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欢迎来到禅意。之前看到一个话题：人到中年，什么样的人最值得交往？底下众说纷纭。有人说靠谱的、正直的；也有人说对你肝胆相照、为你两肋插刀的。有一位网友的回答让我吃惊：和长得好看的人交往。 当时还在猜想，这个人怕不是外貌协会的吧？直到后来年岁渐长，接触了不同的人，才相信长得好看就是一张王牌。只是这里的好看，不单是容颜的貌美，而是面相上的温暖，是眼角眉梢烧的清风朗月，举手投足间的赏心悦目，更是言谈举止透露的修养气度。 林肯说：“一个人四十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，但四十岁以后的脸却是自己修来的。你前半生经历过的事、学习到的知识，都在无形中改变着你后半生的容貌，决定你以后的人生。”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年以后要和长得好看的人交往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。 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。您的点赞与评论也是对我节目最大的支持，感谢大家的喜欢。说到王刚，大家可能觉得陌生，但提起和珅，那应该是几代人的记忆了。从宰相刘罗锅到铁齿铜牙纪晓岚，再到梦段子进城，前后共三百二十集电视剧里。 王刚把一代奸臣和珅的自私、奸诈、贪婪演的登峰造极、炉火纯青。尽管当时名声大噪，王刚却坦言自己其实不想演，家人也一直劝他不要演，尤其是他的母亲。母亲说：“王刚，你演坏人这么出名。” 好多邻居见着我就说：“你儿子长得还真不像好人。”不得不说，提起一部剧，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剧中坏人角色，很少有人会夸赞他们演技精湛，更多的会把剧里的情绪发泄到演员身上。这是因为观众脑补了坏人就长着这副面孔。 于是，不好的印象长久刻于脑海中。小时候看一个人长得好不好看，只是单纯的通过外表去判断；长大后再看，才发觉，同样一张面孔，有人亲切柔和，有人一脸凶相，有人越看越顺眼，有人却越发丑陋。鲁迅在《故乡》中描写了一个经典人物杨二嫂。 杨二嫂在故乡开着一家豆腐店，因她长相美丽动人，所以大家都叫她“豆腐西施”。但多年以后的杨二嫂却因为种种原因变得势利、自私、刻薄，还诬陷老实的闰土。于是，在见到她的鲁迅，看到的就是一个薄唇高颧骨、细脚伶仃，活像一个圆规般面目可憎的。 模样其实，人的相貌并非一朝而就，都是点滴沉淀所致。有人说，相貌是凝固了的表情，表情是瞬间的相貌，听起来有点拗口。仔细一想，确实是这样。一个人长时间做某个表情，时间长了，表情就会刻在脸上，成为一个人的样貌。一个人暴躁易怒。 经常瞪人，时间长了眼睛就会有些外凸，一个人温柔善良，面容温和，气质往往安静贤良。一个人整日哀愁，愁眉苦脸，时间长了美貌就会下调。《红楼梦》里的林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浓烟眉，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；善良懦弱的迎春是肌肤微风。 温柔沉默，写精明强干的探春，则是俊眼修眉，顾盼神飞。古人说“相由心生”，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，叫叫做第一印象效应，指的是与人交往时，第一次的印象基本就能决定以后的交往。这是因为你的脸能反映出你的性格和修养，体现出你生活的样子。 很多时候，我们对人的第一印象就决定了这个人能否继续交往下去。以貌取人不是肤浅，而是一种人和人交往的准确直觉。清代曾国藩曾写过一本相面的奇书《兵鉴》，其中讲到：邪正看眼鼻，真假看嘴唇，功名看气概，富贵看精神，主义看执着 风波看脚筋，若要看条理，全在语言中。一个人的功名富贵，都在长相气质里。所以，有些高人往往一眼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祸福。最初相由心生，出自一个典故：唐朝宰相裴度在年轻之际，有着一段非常穷困潦倒的生活，长相丑陋，考试多次。 落选有一次路途中偶遇一名禅师，便向禅师发问：“为何自己命苦？”禅师看了裴度的面相后，便告诉他自己的命不好是由于面相造成。裴度继续追问自己的人生可否有救，禅师便说：“积极行善可以改变命运。”裴度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开始努力修善。 过了几年，再遇到禅师，整个人气质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禅师说：“你如今气质是大贵之相，不妨再进京试试。”陪度入京之后，果不其然，官运亨通，很快成为一国宰相。古人说：“心者，貌之根；审心而善恶自现；行者，心之发。” 观行而祸福可知。一个人心念变了，德性就会改变。内心的善良与宽厚是可以厚德载物的。裴度虽然长相丑陋，但是后天的心善让他气质贵重面向，面相也变得贵重起来。你的长相就是你生活的样子，赏心悦目的容貌离不开方寸心田。生活的好与坏，内心的善与恶。 经过岁月的沉淀，其实都可以由内而外通过相貌呈现出来的。相貌就是最好的名片。说一个人好看，绝非肤浅的美丽，它是一个人剥离了外表之后的素养，是放在瀚海人群里也能一眼分辨出的气场。这是灵魂的样子。都说面相即心香。 面相和气的人，为人处事也会比较平和。人到中年，脸才是最好的名片，皮囊经不起时间的磨洗。但你的自律、阅历、心态会使你变得更加美丽。但真正长存于世的美，是一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温暖、善良、正能量。 郭氏家族的四小姐郭婉莹称得上是真正的金金枝玉叶。和年轻时的她相比，暮年的她更为貌美。因为即使饱经沧桑的她，也仍然会画着得体的妆容，烫着时髦的卷发。只要有客人，就一定会化妆换衣服。生活的打击并没有影响到她脸上映出的优雅和从容。 曾经的锦衣玉食戛然而止，换来的是住在逼仄的小屋，每日养猪、倒马桶、挖鱼塘。即便如此，他也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。他可以在煤火烤出美味的吐司和蛋糕，也会捡起落花做成胭脂。即使房屋破漏，他也会说：“阳光会从洞里照下来，很美。” 一个人的脸就是他生活的样子。把微笑挂在脸上的人，生活会充满乐趣；把苦恼挂在脸上的人，生活就会满是烦恼。一张精致的脸，必然会是一个精致的人，那生活也一定定精致从容。内在精神决定外在容貌。一个满是怒气的人，一定是一脸凶相。 从生理学上说，不爱笑的人，其面部肌肉会因为不运动而慢慢萎缩，逐渐僵硬化。笑容可以活动脸上的肌肉群，使人的面部更加柔和。相由心生绝不是空谈。你可以对比一些不苟言笑和爱笑的人的肖像，他们的面部一定有着很明显的差异。 一个人的心之所想会被身体感知，在以外在的容貌呈现出来。精神状态越好的人，精气神十分充足，面色呈现给人的感觉也是更加红润有气色。相反，整日心态消极、思想负面的人，从他们的气场就可以感受到衰败气息。经常皱眉头的人，印堂也越来越窄。 甚至有皱纹的生成，对生活充满抱怨、爱瘪嘴之人，往往也是嘴角朝下发展。而娱乐圈里的那些不老男神何炅、林志颖、钟汉良等，时间好像并未在他们的脸上留下印记，反而赐予了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容颜。也有不少人向他们讨教保养的心诀。 他们的回答，除了作息规律和一些个人的小习惯之外，都提到了保持良好的心态。或许你可能不太相信，但好的心态确实是强身健体的良药。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其实是相辅相成的，内在的精神不好，心理便会向大脑发出信号，而一般这个信号是通过身体的病变。 每个人都有身体的防御系统机制，当心理的混乱影响个体时，便会启动这个机制，身体用生病的方式发出警告。这也是为何心理积压的负面情绪过多，便容易患上抑郁症。莎士比亚曾经说过：“善良的心就是黄金。”当一个人可以包容身边万象，不被生活的不愉快打败时， 便站在了精神的最高处。遇到事情，他们更愿意传播自己的正能量，去感染周围人。面对周围人，多以微笑、喜悦的表情，其面部多以和蔼可亲来示人。日本文学家大宅壮一说：“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表。心有境界杭泽，行则正；腹有诗书，气自华。”二十岁的脸是天生的。 三十岁的脸是生活雕刻的，但五十岁的脸是自己选择的。是啊，一个人生的漂亮是优势，活得漂亮才是本事。时光是一把镌刻刀，在岁月中一刀刀地把人镌刻。有的人跟着时光的流逝，更加的散发让人难以抗拒的美；有的人却如同被霜雪蹂躏过的植物。 过早地失去该有的生机与风貌，而我们又经常忘，还了手拿这把刻刀的人，其实是我们本身。我们呈现给世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，完全取决于我们自身。世间万物本身没什么变化，最大的改变就在自己心里。怪不得有人说，人老了之后会变成两种人：一种慈眉善目，一种凶神恶煞。 一张好的心相背后，是一个人优雅、纯良的生活态度和品格。所以说，人到了一定年纪，以貌取人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中年以后，和长得好看的人交往吧，毕竟这个年纪还长得好看的，大多心底明媚如春盛，才能滋养出春光无限的美好模样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